依个系我哋嘅花园，喺度差唔多住咗20年啦。呢个系我老公。今日咧有收成，就系话上次我睇过个瓜咧，而家可以剪啦。嗱，系啊，呢个所谓鱼翅瓜，睇唔睇到啊？睇到，睇住先，慢慢系啦。剪啦，剪噶啦。得一个咁多啦，系啊，一个已经好好噶啦。OK， 哇，啊，好似一个西瓜咁大，几靓。咁呢个鱼翅瓜咧，就系由一粒银开始发到而家咁长到咁大。一日睇三次嘅阿罗永常，系啦，啊，几靓，咦？這個呢，中文就叫魚翅瓜，但是呢英文又叫做Indian pumpkin， 是的，煲湯啦。它有很多種用途的，我上網拿個資料呢，魚翅瓜呢原來對糖尿病很有功效的。對，對，對，這裡有很多朵花，不過可能沒有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們